哇，前边就是一个红树林啊，现在红树林长得非常好啊，要不吧？你看这人老的渔民在这乘凉，哇，这里边鱼真多呀！你，哎呀，大玩意儿！啊，姓这个？是不是木家叶的呀？你看这边有很多呀，海螺飞鱼比较多啊，自己养的啊。多啊，小池子，这里边也是养了很多。哇，热呀，非常热。好了。终于到了另一个码头了啊！上一次小松在这儿钓了一条大鱼啊，特别好的一条鱼。你看，风景不错啊，这儿红树林。这边还有快艇，这是一码头啊，另外旁边的一个码头。好了，走到尽头，咱们就开始钓啊！好了，到了，好像我看前边那个码头给拆了，好像，咱们过去看一看啊，好像也给拆了。以前是有一个那种塑料箱子架起来的一个码头，走在上边一颤一颤的。现在好像，刚才我一看，好像没有了。应该是，哦，它前边弄了一个码头，应该是这边的没有了，看，对吧？你看，没有了，给拆了。如果看上一次来这边钓鱼，应该是有一个码头在前面。哇，小猫，吓了我一跳。我记得是在中间那块儿，一直通向这边，所以这个码头这边没有了。看看从那边能不能，这边倒是挺凉快的，可以在这儿试一试啊。续下去试一试啊，这水挺深的。哇，这鱼群过来了，前面有一条鱼，哇，很漂亮啊，你看，哇，这有不少鱼啊，就在这钓了。我看着小鱼啊，招过来，你看，小鱼，你看，能不能招过来，小鱼？往里续一续啊！上鱼了，上鱼了！哎呦，上鱼了！哎呦，上鱼了！哎呦，这是什么鱼啊？珊瑚鱼还是什么鱼？哎呦，哎，
挺棒的啊。鹦鹉鱼吧，这是一种。鹦鹉鱼应该是，你看它那个嘴还特别锋利啊，挺棒。开竿鱼啊，第一条，挺棒，鹦鹉鱼。哟，又来一条，哎呦，真快呀、啊，又一条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又一条，又是这种鱼啊。就是这种小鱼儿啊。OK OK， 哎呦，有鱼了！哎呦，有鱼了！哎呦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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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跑了一条！哎呀，这够大的，刚才那条。再来，嘿，用这个鱿鱼的头啊！现在咱们换了一个地儿啊，这是码头，这地儿应该有鱼啊，咱们就把它续下去啊，看看这个风景真美啊！看看啊，等一下，鱼就该咬钩了啊！哎呀，续好，随时等待啊，咱们再下一个手的。用手拉的这种，再下一个啊！哎呀，又上了一条这种鱼啊，挺漂亮！哎呦呦呦呦呦，挺漂亮的啊！好了，钓的差不多了，咱们要去那个海鲜饭店了，赶快吧，孩子跟老婆可能等了很久了也。现在太阳快要落山了，4点多啊，不是特别热了啊。好了，收拾一下，来。哇哦，巴多纳，哈哈哈！这鱼挺有劲的啊，哇塞，这得够1斤了吧？1斤啊。